那就是那个李宁。还是被对方打了，好想看。假打的，那个哭就是超死了，在那旁边已经开始在想回去了。对，最后那个真是在喘，因为他看起来比较胖，应该是掉重量。另外那个看起来会飞来飞去，发球线前面那个脚，太痛苦了。身在羽球界本来就很难混，就我觉得好，就是厉害的男生大概是厉害的女生的可能四五倍的量。对啊对啊，很难打出去。嗯，你看那个每一年那个排名赛，就是要升甲组的那个排名赛，就知道男生的那个报名的人数也都是女生的五六倍以上。他一样甲组的名额一样是。一样，比如说双打就是四个，对，他一样是四个，一个可能是两千取四，一个可能是两百取四，对对，四百差不多这样，可能四百三四百取四。下辈子看见他选择再当，我要当一下总冠军。啊，这个还是跟乱码一样。哎，这样是最好，这样是最好，对对对，如果是可以这样是最好，对。来下车，这个是我们校队的，啊，我觉得更强，真的吗？一定要对。
哦，没有，我们下一队应该是那个黄色。对对对对对，黄色，因为你看那个是我们第一轮打的对手，所以我们等下应该是打他们的，这两个。对，那我们要去循环才打得到的。我们循环，对，因为这是在另外一个循环，对，我们应该是我们可以偷看一下，就是打这两个。至少他的指标在哪里？这个应该有机会，失望。哦，全场守好，不错。发球不好扑。被追上了。好球！好，刚听球赛太夸张了，照片对啊，我们他那个戴口罩前的球，没有，那个应该是那个在空中转身。刚好错，那球是被挤压到，就球落的位置。通常都是挤，没有因为。啊，这边打到裁判，半出场之前，我看人家打到过，而且裁判在椅子上，他没办法躲了，他其实没得躲，他自己掉下来。对，所以他通常也不敢躲。真的打到下去，裁判没得配安全帽。跟放学校一样啊，裁判就要担心。我之前那个裁判还被同一场被打两次，一次左一次右，我要给你平衡一下。就是教练下打的。他们两个很容易挤在一起。刚晴子上去，皮皮也上去。他们两个都是算后排。对。所以说，他想在后排你拿大牌，就有一个会忘记要往后去那边站的。我们社团也是，我们那个几乎全部的女生都是后场球员。他全部去打单打。但其实肚子也是后场，对啊，这样子连腿都被拿掉，真的都是后场的。对。哎呀！现在是他们赢了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们其实还不错，那个胖胖的手法很好，但是他移动确实慢，可是如果让他暂定了，会很难过。他的手法很好，他另外一个比较快，但是没有那么稳，失误多。加油！